最近，无论是百货商店还是繁华的商业街，到处都能看到拥有大型卖场的国内外 SPA 商品。据调查，每10名消费者中有4名表示，比起其他服装品牌，更偏好 SPA 品牌。SPA 品牌是指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制造、销售流通，全部由一种企业负责的自有品牌服装专业零售商。最近，这些 SPA 品牌由于低廉的价格和时尚潮流的设计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。大韩商工会所以500名消费者为对象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有98%的受访者表示知道 SPA 品牌，其中有43%的受访者表示比起其他服装品牌更喜欢 SPA 品牌。최근에 경기 침체가 장기화됨에 따라서 실속 소비의 경향이 강해졌고, 또한 고소득층에서도 개성을 표현하는 상품은 고가의 상품을 구매하지만 일상 상품에 대해서는 가격을 좀 다운시켜서 구매하는 하향 구매의 경향이 강해지고 있기 때문입니다. 事实上，消费者偏爱 SPA 品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其低廉的价格。丰富多样的产品种类、设计和质量也得到了高度评价。调查结果显示，在所有消费者中，20到30岁之间的男性对 SPA 品牌的偏好度最高。바로 이렇게 비싸면 이렇게 많이 골라야 되는데 뭐두 가지 이렇게 같이 한꺼번에 사면은 그냥 입기 편하니까 그래서 그냥 여기 많이 이용하고. 从可购买 SPA 服装的场所来看，百货商店最多，占35.1%，其次依次为繁华商业街独立卖场，占27.1%，以及大型超市、购物商场和网上商城。今后 SPA 品牌也有望一直受到消费者的喜爱。具有购买经验的人中有55%表示今后将买比现在还要多的商品，没有购买经验的消费者中也有一半以上表示有购买意向。但目前人们对国外有名 SPA 品牌的偏好度要高于国内品牌，因此培养国内 SPA 品牌十分紧迫。对此，专家强调，目前国内品牌的知名度还较低，为了提升其知名度，就要在价格和质量方面都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。